小朋友就是他们就身体比较不方便嘛，然后他们在就是比较少运动到，然后因为藉由这个课程，他们就是运动量变多了，然后相对他们回家就听家长说，他们回家会睡得比较好，然后吃的也比较多。他从游泳当中得到他一些自信，跟他认识的朋友，然后就是很有自信，就是跟他们讲说他可以游什么多，就是多厉害这样子。对，那他们就是从当中还蛮多，就是越来越好，然后越来越有信心。比较没办法主动去跟人家运动嘛，啊，然后我觉得说来参加这个，至少让他伸展一下肌肉那些的，还不错。那对身体有就是比较好？有啊，抵抗力那些就有差。那他有就是有因此而变得就是比较会跟人家互动嘛，或是比较开朗？哦，有，变得很爱讲话，这孩子在那跟别人讲话，对啊，所以就是之后会继续让他这个？会继续。